人家老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有个小时。So, let's go! 砍这儿了吗？将近。他那个路还好久没砍到。这个是镇中的乡间小路，砍吧。哎，然后捆几根线呢？我问下。哎呀，都忘记了那个说。我那个狼，我先走，慢一点。慢一点喽，我在前头等你。老妹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老板，待会儿你我。哎，木头，你们还来得早喂。这个算还是死了，我算是。这王英雄。你把身体忙摸的看看摸，反正你还没生了，才这个红绿灯都盯了一时辰是红，天天在生灯了嘛。怎样？多喂点，年底喂公鸡。二十八斤。对的，你喂了公鸡，我年底都可以收。那母鸡一两年、两三年。懒得喂哈。时间久。这个蛋。三十个有好久的，成年子的，成年二月份买的吧？二月份买那不只一年咯，一年暂时不得用哦。也算的嘛。要留下胃气嘛，胃气到时候生蛋了。胃久点，到时候再来要。那你们想买老鸡哈？因为他们那些要老鸡啊，所以要买老鸡。他们要啊，他们香气啊，好吃些。哎，他婆人要是可以。哎呦，我们人里那些话说起。哎呀，你那个。那个来吃那好玩笑。哎呀，谢谢。老爷嘛，我买那个菜品呐。嗯。这媳妇之前好喜欢吃稀饭吗？对。让你看了。谢谢了。但是不要钱的菜，谢谢都说不赢了。你是哪值钱？说完。让你住嘛。对的，让你住。谢谢了，好。走。